作为惩罚，输的人明天要做早饭哦。嗯，那个，我有点事，明天还要早起，早点睡了，大家晚安。<笑>好了，开始准备早饭。我看看，就用昨天买的饺子皮吧。给 Bronia 做早饭的话。 就拌胡萝卜玉米猪肉馅吧，胡萝卜切丁，五花肉剁成末，和玉米粒一起拌入盐、酱油、白糖等调味料。咦，你不知道吗？饺子啊，只有这个口味的馅儿呢。嗯，Bronia怎么起来了？才刚刚睡着没多久吧？Bronia做了一个梦，然后就醒了。班长在包饺子吗？ Bronia 也来帮忙。Bronia 在树上煎过神州的饺子，应该是这样包的。这样也没错，但是今天要做煎饺，所以这样包会比较好。你看，这样不容易倒。班长的厨艺，其实和牙医姐姐也不相上下吧。 我和牙医比还差得远，我对口味其实不太讲究，以前也不会做饭，学做饭好像只是想填饱肚子而已。等我们走了，你怎么照顾自己啊？还要饿着肚子的话，我好担心你啊。饺子要煎到底部略成金黄色，然后倒入少量生粉水，盖上盖子煮到水干，煎饺就能出锅了。 这个叫冰花底，把淀粉和水按一比十的比例调成生粉水，在饺子块煎好的时候加入锅内，就会形成这样的脆底。吃的时候也可以蘸点醋或者其他调料。早上好，嗯，什么东西吃不下？啊啊啊！嗯，有胡萝卜、玉米，我还没尝过这个口味的煎饺呢。嗯，馅料可以做很多口味。 对了，我记得我好像是自己做饭后才知道，我以前吃的那种饺子真的很难吃。明明不会做饭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？是想做给我吃吗？我是在和谁说话？ 我要学做苦瓜馅的。嗯，天哪，肯定不想吃吧？不是做给他吃的，我就是自己想吃才想做的。是啊，做饭就是因为自己想吃吧。